米嘅董事杯准备，王琦居准备，随时起步啦！一开闸嘅时候，咁前面快啲咁啊，见到中间位置黄衫川河禁区啊，响佢外边咧仲有圣眼江，中间火龙居黑衫黄帽咧就系呢个步步稳内栏劲飞宝啊，再跟住个大约第六七位到啦，外边咧绿色衫就军事攻略啊，内栏位置仲见到咧有呢个进斗士，中间卡达圣红心威龙啊，后边嘅马咧就系呢个户外名区一言为定啊，尾三位置咧就系魔法幻影啊，殿后一对内栏灰马加州万里，中间咧就系嗰只自由好嚟噶。向住呢個咧就係1000米嘅段處進發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咧就係呢只聖眼光啊，軍事攻略咧咁啊喺呢個第二位喎，咁啊跟住後邊嘅第三內欄位置川河景區啊守住一個唔錯嘅位啊，再後邊嘅第四中間有呢個步步穩啊，內欄勁飛寶啦，咁啊再喺出邊位置咧仲見到火龍區啊，再後一搭嘅馬卡達聖出邊就紅心威龍咧望空上咁多少咯喎，再後邊內欄咧仲見到進鬥士中間户外名區啊，出邊魔法幻影跟住紅心威龍理想啲咪我。上啲啦，再后边嘅马咧，仲有自由好，亦都抽出去外边三位尾三噶啦，尾二位置一言为定啊！蔡明少好定咁啊，加州万里响包尾睇下佢点搵位啦。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军事攻略绿色衫走先啊，中间位置有呢个火龙区啊，外边红衫威龙缝缝遮上跟嚟啊，再跟住后边嘅马咧，见到户外名区追紧啦，埋边位置仲有川河禁区啊，兜到嚟最后二班啦，红衫威龙唔该你骑佢两步啦，接嚟咗埋边咧有呢只咧军事攻略个几身位啦，军事。攻略喺呢个第二位，大外档上嚟，有呢个加州万里自由号接近终点，红心威龙赢呢个董事杯，第二名咧就系军事攻略啊，第三名有加州万里自由号，埋边就川河禁区啊，结果呢只红心威龙睇个二百已经揿住都唔想俾啦，结果就赢到十分轻松啊，红心威龙咁啊捧走呢个咧就系董事杯。三冠大賽嘅頭關嚟噶，十分輕鬆嘅姿態狀態，只不過係真係啱啱好啲嘅咋。軍事攻略第二，加州萬里第三啊！哦，呢啲又係表演賽啊！呢只紅心威龍，哇，直路幾定啊！望空過曬，搞掂咁啊！跑第二啊，軍事攻略啦，第三咧就係呢一隻加州萬里，第四啊就係自由好一五二六，後上不及啦呢只。加州萬里，你飲你再快都追唔到啦！今日嗰、那個你睇嗰啲段速咧，真係好難搞啊！偉達，哇，好少咁招積啊，有個一字。好啦，回顧下呢一場精彩嘅賽事啦。紅心威龍排咗七檔，你又你走，最緊要起步順利啊！你哋點啊？你哋自己去搞啊！呢度慢慢攝。咁啊，前面走嘅，我哋见到有川河禁区上埋嚟先，佢就唔会走嘅，因为圣眼光紧啊，寇女会带住你走啦。军事攻略见到卢海德转翻出嚟走上嚟噶吓，即系呢一招又真系估呢个十二档今日跑个第二，即系一件事还一件事啦，系要赞下佢嘅嗱，今日都游到埋呢个位。系啊，魔法幻影捉又捉唔到多啲啊！咁啊，步步稳就冇咗上一次有个劲飞宝帮佢开路，咁今日呢个位我哋都可以接受啦，因为佢都真系一把年纪啦。其实阿帕宝已经好醒咁转咗出去三搭噶啦，有你冇你都走出去先噶啦。当然啦，佢都会计嗰条数噶啦。前面嗰只魔法幻影佢系骑过，佢系知道噶。你爆一段，大佬你俾佢走甩先，你梗系唔得啦。咁你仲要 handle 前面嗰几只喎。胡思义啊，想睇有冇机会可以删咗红心威龙嗰度门啦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大家觉得蔡明少去到呢度个走位会唔会好啦 ？OK 噶都 OK 喎，系嘛？系啊，我都俾几高分佢呢场嘅走位。好。好顺啊！佢出嚟嘅时候，咁啊骑行再挞呢啲你追唔到，因为前面嗰啲做得仲快噶嘛。不过呢只马有个性啊，佢就系、是、如果佢一只马喺开边冲咧，可能佢真系冇冲得咁过瘾，佢系要喺中间啊捐咧，佢啊特别行啊。佢越飞系越出啦，咁但系其实如果你选择里边，今日可能会塞啊。其实头先直路上都逼逼劫劫嗰个位。哇！第八场赛事。